去过花莲吗？有吗？有哦，就是我觉得花莲还不错。然后我们都是从东华大学毕业的，对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去花莲的话，可以去东华大学看看。对，那边有一个湖叫东湖，就是蛮漂亮的。好。然后花莲哦，花莲好色就是麻吉。对，然后我有一个朋友，每次来他来花莲，他都说为什么每次买回去都只能买麻吉？其实也不一定啦，也可以买那个什么奶油酥条啊，原住民的剥皮辣椒或者是什么马告咸猪肉等等。对，然后对，就这样，真的很不会聊天。对，然后今天哇，越来越多，蛮开心的。对，就是。接下来还会带来我的自创曲，对，就是你们喜欢的话就喜欢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放到平台，未来可能会做这件事情，这样对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唱的歌叫做生日快乐。我想问一下，在场有天秤座的朋友吗？生日才刚过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。这首歌是写给我一个天秤座朋友的歌，然后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，我要生日哎，你有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给我？然后我当下，因为我忘记他生日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就是交情又很好，就跟他讲好，那不然我写首歌，一首歌给你好了。我以为他会说啊什么好烂，我不要，结果他真的说好了。然后我就在一天之内就生出这首歌了，就没办法，因为我已经答应他了，所以这首歌叫做《生日快乐》。然后那我跟他的交情就是，我每次回我阿嬷家，我阿嬷家在和平，就是。花莲最北边的部落的村落，然后我每次回去，我都会睡他家，借他家睡。然后，可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是女生，他不是男生，你们澄清一下，他是女生，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这样，他手都会一直，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就是他睡觉会乱动，然后他手我很浅眠，他一动我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起来，对，然后我就继续就看着他睡觉，我可能要再过一个小时才会睡着，对，然后所以这首歌就在送给他，对，就写一些我们的经历。送给你们这首歌叫做《生日快乐》，也祝一下，11、12月的生日快乐好了，对，好。10月13日，正式的。
谢你陪伴我的力量。可以哈，对，你们一直看着我笑了，我很紧张。对，好，那对那首歌就叫。